见啊，因为这是人类最深切的本能。就算嘴巴不说，眼睛也会表达爱意。难以抑制的笑容，就是爱的节制。不仅能看见，甚至还有味道啊。爱也可以被画出来。可见啊，用心就能感受到。当爱把你围住，你是无法假装看不见的。爱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，爱就藏在每一朵花的花瓣里。虽然很深奥，但是爱是最能被藏起来的。我们是第一主观视角的拍摄嘛，所以说这样的拍摄方式就让我会更加的有代入感和沉浸感。其实今天拍摄是一个非常冷的环境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穿的衣服也是非常单薄，但是呢华伦天奴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温暖而且充满爱意。爱可见吗？今天我在房间里练习双人舞，我很喜欢这个丝带包包，也很好看，很可爱。和 Valentino 的合作是第二次，所以在和 Valentino 一起工作我很开心。爱可见吗？我在一个充气城堡，快乐的蹦蹦跳跳。我小的时候跟我的朋友经常玩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的表达是分享喜悦，爱就是分享欲。爱可见吗？我在这里做一个甜品，甜品也是我在生活上最喜欢之一。华伦天奴的衣服呀包呀都搭配得很好，所以今天拍摄特别开心。爱可见吗？我的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在画画，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有人闯进了我的世界，想要看我在画什么。这一幅画非常的大，其实第一时间就压力很大，画完了之后感觉还行吧，就心里面会放松很多。爱可见吗？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一个睡衣篮球趴，也不是什么篮球趴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家自己在这里玩，然后呢我的朋友刚好来拜访我，所以我邀请他一起投篮，他投中了，我给予他鼓励。我觉得我这个场景还蛮居家的，我很喜欢。哎，可见吗？这里是一个专门为我设计的一个 live house， 然后我在这弹琴，然后我的朋友突然叫住了我，我就带我的朋友去参观一下这个小屋子。华伦天奴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说比较摩登，然后比较前卫吧，再加上我这个人酷爱摇滚，正好符合我想要的需求。爱可见吗？我在练习我的射箭，然后我把我的射箭给我相信的人，就让他射向我头上一个苹果。相信一个人，新款的 Valentino 款，这个颜色就是很经典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爱可见吗？我的这个场景呢，就是挑选很多不同颜色的花，然后最后把它们凑成一束。最喜欢这个场景里的应该就是 Valentino 的包包，每个场景里面最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这个包了。我刚刚在这里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数学游戏，通过一些比较 tricky 的小小的技巧啊，让你无论在心里输入什么样的数字，最后解出来的东西都是520.1314。我很喜欢这套衣服，我觉得很帅。